傳咗入足起跳啦，頂個位置唔夠好啊！曼聯今次好彩啊，俾人咁嘅橫傳咧都唔使失波啊！下次再俾人咁帶法咧，恐怕都係空多吉時。接咗啲球波啦，防守球員真係好夠警覺性啊！踢埋上去，史高斯。試下喂射佢啦！呢球波真係應該入噶。呢個直線靚啊！呢球波擋得好啊！史高斯。史高斯，史高斯，傑斯，好腳法喎，攞到個界外球，碧咸，腳法真係好啊！起唔起到腳啊？有，喂，把握機會啊！最後一腳啊，簡單啦。喂，你點睇啊？無論咧對手啲後防咧幾差都好啦，呢個射波咧本身都係冇得彈嘅。曼聯領先1-0。呢個球員天生就係曉入波嘅，就算成場狀態唔好，都照入。碧咸。史高斯向前傳出，分去右翼度，咦，防線有個漏洞喎，一個長傳就上前搶，向右翼傳出，喺右路突破到啦，而家會點呢？跳高一跳，唔知佢有冇後悔啦嚇。哇！喺龍門口呢個波都唔入，我係咪眼花？史高斯拉舒福特就攞到波啦。頭先真係牙煙啊！佢哋嘅防守係真係冇得彈啊！碧咸，曼聯嘅中場防守真係滴水不漏啊！傑斯，唐晶啊，潘越偉喎。將個波送去側翼，橫傳撳出嚟，誒有冇入啊？呢球勁啊！不過龍門好瞌眼瞓啊嚇！個波飛出嚟，擋得好，半場完啦，兩隊只係相差一球啫。領先的都未算穩陣啦，落後的都唔係冇得追嘅。比賽節奏咧，完全俾佢哋控制曬嘅啦，單波睇得好順嘅。曼聯對上半場嘅結果咧，應該係滿意嘅啦，暫時係領先1-0啦。比賽再次開始，曼聯呢場波不如當0-0咁踢啦。碧咸攞到波啦！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
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直接长传，快速进攻啊！浪高个波，侧翼走位，踢得好。哈利马古尼个意志力咧好劲啊，唔会咁容易输嘅。呢个尝试都唔错喎，不过实在太多人。上次就淨係收到口頭警告，而家知結果係點啦？哇！你睇下球證個表情幾惡死，即係話俾佢知最後機會㗎啦！嗱，你試下再掂下對手啊，一掂可能佢就要攞牌㗎啦。呢個位置叻行，艾力拜利傳個波入嚟，呢球波過唔到啦。不效啊！好簡單就俾人瓦解咗。好，守得好好啊！史高斯，穩唔穩？呢球點啊？領先兩球波，變疏球啊！完全控制曬形勢。反擊咪就應該咁咯，越簡單越好，找下眼搞掂。我哋攻入今場比賽嘅第二球。到目前為止都相當好的，可以感覺到他們給了很多壓力的。哈利馬古尼大腳解圍，龍門將球一錘打出去，普巴有機會入球，盡頂呢一個波，後槌捉埋去，不過方向唔啱，啱啱先話失咗波，話口未完就攬翻翻嚟啦。傑斯為腳直線，前面得翻個守門員，佢話射佢啦，辛辛苦苦啊追個波翻嚟，不過最尾又拍咗 Q。哇！個球員走位靚到咁樣嘅，對手真係要小心啲。呢個時候換啲有氣有力嘅球員入嚟都好啱數嘅。哇！俾佢捉曬路啊！域陀連迪魯夫搶得好啊，應該要睇實呢個球員噶。域陀連迪魯夫好夠警覺性啊！碧咸呢個直線靚啊！咦，解除危機啦，係突破嘅好機會嚟噶。曼聯睇得夠專心啊！域陀連迪魯夫，賴舒福特，曼聯立翻個波啊，再嚟多次。踢埋上去，史高斯好快咁向前傳，邊度會追到呢球波啊？域陀連迪魯夫，域陀連迪魯夫向前傳出，個波傳向左翼，域陀連迪魯夫位置感一流，擋住呢一球波啦，一個長傳就上前搶。試下甩埋去啦，睇嚟就似越位嘅，啊係啦，冇錯啦。
波暂停了。皮球而家喺云巴士顿嘅门下，云巴士顿背住个龙门咧，都冇办法起脚射门啊，因为对面咧 mark 得佢好紧，好机会出脚。好，云巴士顿咧攞到个波啦，但云巴士顿，哎呀，仲以为拉开到三球添。哇，呢球波如果入咗咧，三分都待硬噶啦，可惜啊，临门塔挑。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哇，好跳得啊！咁大个龙门任拣，佢竟然弹 Q， 唔系啊嘛，龙门口呢个波都唔入，唔好问我点解啊，问佢啊。碧咸、域陀连迪路夫穿过咗中路，古列治向前传出。波基斯费南迪斯踢埋上去，碧咸整脚直线，相信佢自己都明噶啦，下次要比好啲至得。嗱，个波啊俾得麻麻地啊，但系其实咧个做法咧个心思啊几好嘅，应该仲有下次嘅。连格史高斯处于位置得好啊，云巴士顿个波咧而家喺古列治嘅脚下。好，而家一個傳球，有機會射啊！碧咸球證睇一個標之後就吹雞完場啦。曼聯成場都係踢得比較主動，攻勢咧亦都係比較多，整體表現都係好啲噶，冇人會覺得佢哋係負碌嘅。Kimman 啊，點樣總結今日呢一場波呢？大家都明白嘅，其实咧冇失波咧，几时都系咁重要嘅。系赢波梗系开心啦，但系能够保持零失球，先系饮得杯落。又是时候讲拜拜，多谢晒 Kim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啊！真系开心啊，同你合作，家谦。